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如这个图了哈，为一个正方形的这个，这个是一个正方形啊，它里面有那个灰色部分的面积啊，那么他问这个灰色部分的面积哈是等于多少？好，那我们看哈，这个灰色部分的面积哈，这个长哈是多少呢？有一二三四五，这个是五分之四啊，哦，占了一二三四嘛，就是把一哈分成五等份，它占了呢四等份，所以这个长的话是五分之四，长的话是五分之四，就这个，这个是五分之四，啊，宽的话是多少呢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哦，全部七等份，一二三四五，所以这是七分之五了，七分之五，啊，所以这个面积就等于多少？就等于五分之四哈，乘以七分之五了，所以这一题哈，等于呢，也是等于七分之五哈，乘以五分之四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A。